呦，你看这酒喝的，是人不像人，家不像家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哎，主任来了。哦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戒酒康复中心。我们的戒酒方式与众不同，要问戒酒哪家行，戒酒中心找王宁。王主任，王主任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家这酒蒙子又把自己喝晕了。可不是嘛，一个月喝晕四次，来我这儿的次数比上澡堂子搓澡还紧。我这掐指一算呢，今天也该来了。不是，我是怕他再这么喝下去，这身体要完蛋呢。没事，今天我有大招。啊，啥呀？这是剧本，你先看一看。我看看。啊，十年以后，啥意思呀，主任？这是我专门为了你老公准备的治疗方案。哦，一会儿他醒了，哦，我们就告诉他现在是十年以后，我们会把这十年里的事儿演给他看，以达到刺激他的目的。刺激他？不行，我老公胆可小了，一刺激就晕倒。胆儿不小，我们还不刺激他呢。接手。刚才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这真是太大了吧，这也太刺激了吧。其他的都交给我们，你就准备好你的戏，好吧？哦，好的好的，行吧。那谢谢各位了啊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哎，各位，今天这个酒蒙子能否戒酒成功就拜托各位了。这一散，这一散就不知何年何月。你别在那拿情了，刚才是不是又拿湿抹布把我音箱干短路了？啊，快把病人叫醒。那你干啥去啊？我这点灯笼抢红包呢，团圆家乡年分20亿，就剩抖音火山版。行行行行行行，叫不醒啥也不是。看我的。满上了是吧？哎呀，大哥，我今天提一杯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就还有真爱。就这，我喝倒在床上，我也心里愉快。你再喝倒在床上，我们就很无奈了。那我躺着，你俩咋也躺下来了？我俩躺啥躺啊，是你站起来了，庆祝。这是哪家企业又开业了？停，不是企业开业，是你，你睡了10年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现在就是医学上的奇迹。我咋的了？你醒，你看你很懵，知道自己叫什么吗？大伙都叫我酒蒙子。你叫郭子，你喝醉了在这躺了10年，今天刚醒。几年？10年。你快拉倒吧，昨天晚上我跟我客户喝酒，先喝的白的，然后喝红的，喝啤的时候好像就断片了。你说的是10年前那个晚上，你喝完第二油就不醒了，送到我这儿来了，一躺躺了10年，你可算醒了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这还不信？你自己看。怎么还捆上呢？给我松开！不不不，冷静冷静。那个唐助理，准备注射啊！给我松开，快点的！这啥呀？机械手。为了防止助理给患者打针力度不统一造成疼痛，我们特意采取机械手臂进行注射，统一标准，绝对不疼。你别给我打起包喽！哎，放心吧，不能。啊！哎呀，没放药。啊！主任，挂啥药啊？哎呀，忘说了，虽然你人醒了，但是你的五脏六腑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。这样，给他注射一点维 C 和葡萄糖，中和一下血液中的酒精比例。啥意思？是不是就是醒酒？从专业上可以这么讲。还专业呢，我跟你说，醒酒就一个方法，给我整点啤的，我透一透。啊，给他来一棒子。啊，对，不用上针，给我插嘴里。
快点的。真香啊！我跟你说，小姑娘，这要是我媳妇儿，我连说都不用说，她都会做。我媳妇儿呢？一醒了就找媳妇儿。你媳妇儿在来的路上。你刚才说我睡了十年啊？净扯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看不信？黄助理，给他打开电视，看看今天的新闻。您即将收看到的是由小刀电动车独家冠名的今晚夜新闻。观众朋友们晚上好，今天是2031年2月10号，第二届全国机器人婚恋节拉开帷幕。前100位单身机器人可以领取敖英牌蓄电池一块，让您的伴侣永不断电。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，中国队以10-0的大比分优势，再次毫无悬念地闯入世界杯。全国禁酒办公室出台新政策，实行限号喝酒，每周1、3、5身份证尾号单数限喝，每周2、4、6身份证尾号双数限喝，身份证尾号为 X 的公民仅周日可喝。我抗议！什么玩意儿？喝酒都分单双号啊？啊？那我们这酒蒙子还火不火了？那你得适应一段时间了。主任，主任，快，快救救我的孩子！主任，咋的了？我孩子的胎心好像没有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快停！怎么回事啊？你干啥了？我这不快生了吗？啊！然后昨天晚上我一高兴就喝了2瓶啤酒。你喝酒了？啊！我打死你！啥时候你还喝酒啊？下个月就生了，你上个胎记怎么办？那没事吧？目前看是没什么事儿，但是我警告你啊，出月子之前不能再喝了。啊，我不喝了，不喝了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没事。你等会儿，他精神病啊？怎么的？男的怀孕？怎么可能呢？不是，男的。啊，俩精神病。男的，对，他睡了10年。我告诉你啊，4年前生孩子跟女人就没有关系。主任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你等会儿。你是男的，那你怀的是谁的呢？怀的是谁？看我干什么玩意儿？我的，自己的。那你怎么成功的呢？你管你是啥呀？郭哥醒了吗？隐私。不是醒了吗？这都高科技到这儿了。你终于醒了。你谁呀？我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了吗？睡懵了。我是你10年前交的代驾。10年前交的代驾啊？还等着呢。你太执着了吧？这不是执着的事儿，哎呀，怎么跟你形容呢？就是我接完单，您没付款，接下来产生了等时费，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。我们公司呢是按照1分钟1块钱这么收费，我一共等了您10年03天，哎，转化为分钟就是525万分钟。当然了，咱哥俩10年了嘛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。这么的。我给你打个折，你直接给我520万就行了。520万，520，这个代价好有爱哟。520万，我叫个代价、那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。是哥，你这么说，你这不就伤老弟的心了吗？啊，你看这是啥？这是爱的证明啊。这个发票单子有多长就代表我对你的思念有多长啊，你看看多长，长不长？再说了，10年了，您没乘过车啊，我也没接过单呢、我怕你给我差评，你投诉我呀。就因为我的忠诚，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。叫啥？叫会开车的忠犬八公。就因为给你守车，我自己的好车我都没动过。你
自己那啥车呀，还好车，小刀双动力电动车。妈呀，跟我这个是一样的吗？对，同款。我这可是国标车呀，省电劲儿大，跑得远。你赶紧回去看看去吧，这么好的车再让人偷走了。那你不给钱我指定是不能走。你不给钱不走，来请走，耽误治疗。下去啊，我跟你说你醒了你别跑啊。完了，这睡了十年平白无故欠了520万外债，那我媳妇来了我怎么向她交代呀？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。哎呀，这酒蒙子咋醒了呢？不会破坏我们俩的好事吧？混着呢。哦，你管他叫什么玩意儿？亲爱的。他俩什么关系？你猜猜。来吧展示。我跟你拼了。我你给我松开。安抚一下。真香啊。我跟你说郭子，这事儿呢你不能怨我，我不让你喝酒你非喝，一喝就多，一多就晕，这次最过分了，晕了十年。十年你都不如那代驾，人家还等我十年呢。你老公喝多了你就应该照顾。我怎么没照顾你？我天天照顾你，我一来医院照顾你，王主任就照顾我，我一照顾你，王主任就照顾我，照顾来照顾去，我哪还有心思照顾你了？反正我想好了啊，咱家的房子我已经送给王主任了。送？为啥呀？因为他不喝酒。郭哥，多亏了你喝酒，我才能成为人生赢家，才能拥有像现在这么多，我得感谢你啊！对对对。可惜，没关系。亲爱的，哎，你说那么多累了吧？嗯、快嗑点瓜子儿子。好的。完了，爱情我是没指望了，我只有指望我的亲情，我要给我女儿相依为命。我女儿呢？爸，你可算醒了，爸。你谁呀？我。爸，你怎么那么像李雪琴呢？她是你女儿。她是我女儿。哎，我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？能，我多带劲呢！我老板对我可有意思了，现在。我知道你等会儿你往那边点。我不。哎呀，咋回事啊？这是。哎，你睡了十年，姑娘长大了认不出来正常，况且她还整容了。为啥呀？为了考上北大，所以整成了学霸。考上没？拉胯。没考上。但最后还是北大。咋回事？在北京大兴学习美容美发。我不活了。为了我你也得活下去呀、啊、爸。为了我俩你也得活下去呀、啊、果子。你看你现在醒了，正是时候，我们俩的婚礼你一起来乐呵乐呵。知道你爱喝酒，给你准备点酒，白的啤的红的随便喝。你喝去吧你。爸，我陪你喝点吧。不喝。你不喝酒也行，就是你作为前夫啊，我们俩的新婚典礼你是不是得讲两句？我讲两句，我把桌子给你揍了，我说两句。不是，我松开，我整开。我感觉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老公太受刺激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感觉我心里有数，还差最后一步。哦，雪琴，爸，闺女，你这个女儿我认了，咱爷俩相依为命。爸，我有个事儿忘跟你说了。啥事儿？我现在姓王了，我妈改嫁了，我也改姓了，以后你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哦。郭叔。郭叔。嗯，郭叔。郭叔呀，郭叔呀，郭叔。郭叔。哎，郭叔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别着急啊，让我再试验一下。确实晕了。这不用管他吗？他这会出事吧？这没事啊，都在我掌握之中啊。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，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。来集合。
不是领片酬，那是片酬还得要往里边。你看你看我老我那个片酬你得给我多加点，那老先生爸叫的，你那个爸叫的特别假，但是你最后发挥的那声郭叔啊发挥的特别好，就不扣你钱了啊。哎，我要加，我要加。加什么加？你回家那个你给我加点吧，是吗？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扮演一个孕妇，以后怎么找对象？就刚才你那段表演给你发到网上去，那粉丝得乌泱乌泱，你就成流量了，要啥样的没有啊？你有什么要求？我没要求，钱我都可以不要，就是下回这种角色能不能让我试试。妈呀，你还跟我抢？来你开吧，来来来，小来我的还没醒呢。钱，我太难了。瞎说，你昨天是喝晕了，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的。不是，王主任和他们都说我睡了十年。没有，明天就过年了，我这不是来接你回家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我做了一个噩梦。什么梦？哎呀，这个梦太可怕了。你嫁给别人了，我平白无故欠了520万的外债，关键是咱闺女长大了，长得老大了，都爆炸了。闺女呢？闺女，爸爸快来，妈妈抱抱。哎呀，我的女儿。爸爸。闺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给你带的酒。还喝呀？妈妈不喝了。真的吗，老公？嗯，其实啊，小酒怡情，大酒伤身，特别是伤亲情，伤感情，伤家庭，我再也不喝了。老公，你要是能做到，你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老公，我一定要做到。给他送榜，站起来！恭喜你，这是戒酒成功！耶！哎呀，谢谢谢谢！哎呀，他们好像在梦里我都见过。对呀，他们都是为了配合你戒酒的优秀演员。太好了，谢谢王主任。戒酒成功了，给大家讲两句。好，好，谢谢你们，你们为了我付出的太多了。大哥，我没啥说的，我提一杯，提，给他绑起来。这个是，给他，我是开玩笑的。牛年到了，我们祝大家